噶啦，出街唯有喺屋企煲剧啦。但系对住电话 mon、电脑 mon 咁细，好容易睇到腰酸背痛。出去谂住睇电视咧，又要争人屋企人先可以睇到元彬 B B， 真系好头痕啊！你系咪都有同样嘅烦恼呢？不如我哋试下呢部机啊！呢部投影機咧，咁佢原裝就會包一個插電器啦，然後咧佢仲送一個底座可以連接呢個嘅腳架嘅。喺呢間代理商買嘅時候咧，仲送多一個迷你腳架。咁有呢個腳架底座之後咧，唔一定要用佢送嘅迷你腳架，可以連接其他自己相機腳架都可以噶。好，我哋依家咧就試下呢個嘅投影機輸出畫面咧，解像度高唔高？官网话最好的投影距离是 2.8 米，画面出来就大概80寸左右，但实施的时候画面即使拉到 3.5 米仍然很清晰和够光。刚才试完之后其实发现都很容易用，只要连接这个 WiFi 就可以连接到这个 iPhone 了。画面输出方面它解像度都不错，另外声方面因为我个人没什么研究没什么要求，所以相对来说非常足够。另外它电方面其实它插爆就很快的，但是也都很快用完，最长只可以用到两个钟，加上它价钱比较高，如果你只是想在抗疫期间这几个月用的话就没那么划算了，如果你是想着长期用的话都可以考虑入手。